打游戏最怕雷，吃东西也怕踩到雷。小 M， 欢迎收看小 M 召唤师。那我们今天要召唤什么？今天在松烟地附近召唤了一家好吃的松饼店，那我们就一起去尝试。Let's go！ 这间松饼店呢，第一个是在金站，金站就要排队，所以呢，如果不想排队的朋友，像我这种没耐心、急性子的朋友们，非常适合就到松烟这个地方。哇，那我们就已经到了乌撒松饼店，那我们一起进去看看乌撒松饼店的松饼到底有多厉害吧。上面有一个粉，然后这个地方就是酥酥的，里面非常非常的像海绵那种，入口真的是极化。所以呢，我们把这个回甘巧克力搭配这个巧克力松饼，到底要蹦出什么火花呢？这个火花就是幸福的感觉，很有生命。其实它这个有很多配这个酱嘛，还有这个里面是有颗粒的冰淇淋，不是吃冰的感觉，那巧克力酱是吃热的感觉，别有一番滋味，就变成冰冰的巧克力松饼。这松烟店是有拍照，也不用排队，所以大家喜欢巧克力松饼的朋友们呢，一定不要错过我们的乌撒松饼。我觉得我自己讲可能不太熟，我们来访问一下我隔壁甲男朋友，我真的觉得很不行。我想吃，那你吃看看，你挑战一下。好，你加这个酱，我觉得这个酱也很厉害。是不是很厉害？而且它不会扎死的棉花糖。是压住，哇，就化掉了。对，肌肉很生动哎。对吧？你要问我吗？我是不是我肥那么久了在吃的东西？那你刚才说什么？奶油？那加这个哦。对对对。嗯，我也很腻。对，我跟你讲，我最喜欢的是这个了，因为它这个巧克力是苦的。巧克力苦的。你想？那我不会这样很回甘的弄。而且它的嘴巴就是吃进去之后，它会很香。有些巧克力就是可以吃不完。哦，那。很好吃吧？真的，它是好吃的，难怪那么推荐。他一直推荐我吃这个，一直逼我吃这个。真的，真的是很多时候，你就吃到后面你会吃不完，因为你觉得很烦。而且很腻，它不会。對對對，你看，我们都已经快把它吃完了。我要吃完了吧？傻眼。乌撒松饼松山店巧克力限定推荐给你，在这个地方呢，不管呢带了你的好朋友，还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男朋友来这边，都很赞。我不要管他，很不顺哎，那个，出发！你要不可以完全不管？我帮你开的嘛，吵死了你！